我是来自上海城隍庙豫园的。哇，那是最地道的地方哈。对，我们家有一百二十三年的历史。哇哦，我可以问一下您，就是大家可能好奇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汤是不是这里边有汤，对吗？有。那个汤怎么放进去的呢？是用猪皮冻，然后用猪皮熬加水，然后用配方，然后熬制4个小时。 所以现在等于是，您现在包起来的时候，我看上去是没有汤的。对。但蒸好以后就有汤。受热以后，固体就变成液体了。Wow. So the colorful part is, of course, is the meat, but the transparent part, that is the part that is gonna melt. Wow. 您感觉在巴黎的体验如何呀？这段时间？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的好，还是出乎意料的坏呢？好，没想到法国朋友那么喜欢吃小笼包。是吧？您有数吗？就是昨天卖了多少个？我听说昨天人特别多。我们第一天来，没想到会那么好，因为我们就两个人，然后就准备了500个左右。嗯。没想到这两天那个是就是客人多了，然后要将近1000个。就是一天卖1000只啊。 就5点到9点。哇哦！小笼包在吃的时候，大概是90度，然后吃的时候要把用筷子把它反过来，先咬一小口。哦，一直是要反过来的吗？尽量反过来，否则我筷子用那么好，我也把它反过来，把汤喝掉。哎，然后再放这两个。尝两个，好吧？尝两个。sauce vinegar，这一定要蘸醋。 See? Oh, do you see? Now look at my vinegar. Look how much there is. So when you break it with your teeth, really the first thing to do while your mouth is still there is to do and drink everything. Anyway, 是上海的味道吗？绝对是。 上海的味道。<laughs>